和尚，你完全答不了，就这个意思。是吧？没压力，来点压力，都打哈欠了，再来点压力吧。我将往事抽离。怎么说？干嘛？可以打的呀？有这里吗？别怕，可以打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碾碎他！面对。打个三也行，我以为诺泽会先 E 呢，所以拉他一下。可恶啊，没一个听话的，我们不团队。我们走，全军出击。三级帮我抓一下吧，三级，怎么样？一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术士嘛，长剑出门可以。一般来说都是多兰剑，买长剑有点飘了吧？你这样。想看戏法吗？搞这些，就和游泳一样。First blood。撒尿表现得好。忘了有骸骨，我这一套打到骸骨身上了，不是术士吗？这嘛，我都把E给用了。还差得远，正当出门有阵眼买阵眼啊，我就不买了，大家不买了。我就不下去了，正常对线。
这不是利用 E 破个骸骨的。我准备好了。交闪呗，击死你了吧，挖掘机。QAEAW 直接带走。想看戏法吗？算了，到这边踩吧，在他脸上踩多少有点不太好。低调一点，低调一点。好大的鲨鱼啊！先牵走。喇嘛来了，算了吧。他叫了一个空闪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看到了。刚刚叫到闪现，就买430嘛，这样有点难，有蓝还能线上带的久一点呢。哎，怎么中单也在啊？完，没办法。干嘛，兄弟，你这个人这么怪的呀？我还怕他打我呢，一开始不打我是吧？他才五级吗？六了，我们八级了，加他两级，少了两级。我第一次跟 EWQ 拉走的时候没有鱼，是因为他的 RK 多我的鱼的。我要么将他收远了再喂鱼，要么就是等他觉得没有 R 了我再喂鱼。这波喂鱼的时候就纯粹觉得他们东南来了，我得喂鱼了，喂他一下。这挖机得把时间全都浪费在中路了，他的队友其实都是优势的，你们看一下，他们上下全是优势的，他来中路送我两个，队友要骂他了呀。
这个蓝石我是挖雷击的，说实话。我够可以买这个吧。我可以买这个。干嘛？嗯。人马怎么这么怕呀，人马？兄弟。这波大坏特坏，天龙拿了我们这些地鞋了，可惜。昨天乔多去做神话，因为太顺了，这把。正常来说，小圆做三二书肯定是做了神话之后才做三二书的，这把太顺了，兄弟，我们就先做三二书吧。没这么顺，我肯定要做神话了，对吧？我们早点找好。我准备好了。这闪灵也是吸血鬼，闪灵冲冲吸过血，来中路吃我经验值。我测试一下弄弄手的心态，峡谷小测试知道吗？测试一下队友的心态，这弄手的心态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哎，有蓝，瓦迪迪都这样了，零杠四杠零了还吃蓝是吧？瓦迪迪又是吸血鬼，零杠四杠零你吃蓝，你不给你们中单，纯吸血鬼瓦迪迪。抓什么？他值钱了，还抓呀？
我看你抓。K 的，我靠 ，ADC K 的，他妈 D 死的。代价吧，操！哎，可惜了，这奶妈凭什么一个平 A 把我的蛤蟆给抢了呀，兄弟？笑话！我急了，我急了，我应该等挖雷机挖起来了。我操！可惜要死了一次。哇！就吃那两个冰冻，都把我蓝吃了，过分了吧？我说我蓝没了。挖地就有了，挖地就吃了我的了。我操！他你们的难，走了。挖掘机魔抗有点多啊，不是魔抗，给他送了1000块钱，但这边我们插到队啊，你说六十魔抗，我们纯插到队。
沙闷了我都。好，记住你了，没蓝了你们知道吧？这蓝一直没满过，没蓝了。少两百块，不错。可以，这腐男有点猛。怎么出这个呀？有力竭的重伤，他不出那个大重伤，他出这个暴击的。可以把全胜时期打得公屏上了，大家。好吧，接下来就是视觉盛宴，我们还有啥？看一下。这皮肤大到我还没细看。小金鱼结束比赛，真的很难输，真的很难输，大家。